下嘉义长老教会蔡总统被当成宝贝，大家抢着秀秀，可是麦克风很不给小英面子。总统来听到，他都要来过，拢在当中的呢，麦克风拢当中。莲花他都要站来保听，嘛是历史的建筑嘛，留了一挂的受损伤，所以麦克风嘛留了受损伤，搁还是几好啊。蔡英文幽默的连麦克风都被他收服，小英利用中秋假期连续两天跑长老教会，第一天去淡水，第二天到嘉义。我们家收创党的党员来正来参加咱的928的党庆，所以我书行程表来对爱记者。借全代会团结民进党，拉拢之前在党内初选挺赖清德的独派，更有意修补因同婚修法产生的裂痕。只是蔡总统两天都拜会长老教会，致辞内容也复制贴上。处理中国问题，我们不挑衅，我们也不冒进。对于守护台湾的家庭，我们的社会安全。保护咱的家庭的后代，尤其是社会安全网。同一套讲稿连用了两天，蔡英文南北跑教会顾宗教票，韩国瑜也到台中拜庙比人气。我都不好意思讲啊，蔡英文拜庙根本都没有人呐、啊。先走二十几个行程这件事情，能够有多少的实质的互动，这个是蛮存疑的了哈。中秋连假变成蓝绿拼场，记者张道勇、邵玉敏，台北、台中嘉义报道。